不是因为我写得很精彩，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。2014年到的中国，不过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。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下，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，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。我是马丁，来自加拿大，学中医17年，中医文化让我很着迷。画面中身着黑色太极服，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加拿大维多利亚人马丁，是一名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的针灸推拿学硕士研究生。他懂中医，打太极，会养生，爱香菜，还是一名湖南女婿。马丁说，希望能通过自身优势推动加拿大和中国的各领域交流。马丁告诉记者，自己从小就对中医感兴趣，高中毕业后，他在维多利亚的一所中医学校